23, 24, 25。哎呦，那鸡怎么唱了好几句啊？在哪儿呢？小子，你把我的鸡撞翻了，你还敢回来？找回来了。方才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有急事才撞的您。来，我陪您的鸡仔。这还差不多，你以后走路可要小心点儿。哎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孩子都关了半天了，也该让他吃点东西了。去，把门打开。喂喂。没出去。嗯，还算老实。你的文学是从就是这来的？对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当时写的那首诗就是你后来唱的那个《菊素》。那是什么时候啊？差不多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吧。你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写出了《菊素》？那后来呢？后来还能怎样？跪下！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元儿，你选上了。选上了，我选上了，爹，我选上了。哇，我选上了。你给我下来。爹，我选上了，我真的选上了文学侍从。还有脸笑你？我问你，谁让你偷偷跑出去参选文学侍从的？爹，这王旨已经下来了，你不会抗旨吧？你，我看你是家法挨得少。爹，他这是要气死我呀！哎。再后来，就挨了一顿揍呗。你爹怎么老打你啊？哎，他也是为了我好。真想不通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爹？你想不通的多着呢。